Hello， 有人吗？没有人，那我走了。Hello， 有人吗？大家注意安全哦。耶、yeah!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Hello， 怎么样？我觉得，因为以前演唱会每次到尾巴，我都哭得难以自控，哭得妆都花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去结束演唱会。所以最后一首歌《少管我》，我觉得特别开心。嘿嘿，我长大了，谢谢你的夸奖，保你个头。大家有听新专辑吗？我们这边刚应该算是刚忙完一个阶段性的工作，马上上来看一下大家，你们听得清我的声音吗 ？Hello， 哎嘿，听得到不咯？喂，嗨，听得到的给我打九。嗨，听得到？是有延迟吗？延迟好大哦！我不管了。哦，九出现了。我们这怎么说也有个延迟两秒的样子，不过还好了。Hello， 在车上啊，所以就是灯光什么的会稍微差了一丢丢，但是这个美颜让我觉得我长这样吗？没有长那么标致吧？美颜。怎么设置啊？美颜无、哦、还是有吧，太吓人了。无也就无吧，那就无吧。嗨，我立马变脸大的我。这灯光哦，爱心。Hello， 一句也听不见，怎么会听不见？听得见吗 ？Hello。大家辛苦啦，大家要注意安全哦，然后要好好的，然后现在新专辑可以听咯。你们这些歌里面你们最喜欢什么歌？哎，我本来觉得我不会哭了的，但真的一到我已渺小爱你这首歌杀伤力太强了，而且后面那些 VCR 都太强了，完全控制不住，都喜欢哦。有喜欢重启的，记忆商店的，警报，少管我，你们好会端水啊，你们能不能真诚一点？蜃楼，每首歌都点完了，真的是。我以渺小爱你同行的旅程。哎呦，起太高了，不好意思，起高了 ，sorry。嘿嘿。等一下，等一下，要听哭。对，《渺小》这首歌杀伤力实在太强了。就是这歌本来我在录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再配上后面我和生米们走过来的每一个舞台的画面，哪怕它是不全的，我都已经觉得我被疯狂的击中，就已经是觉得这一路走来好开心，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所以我觉得很幸福，还是可以到美奔，就毕竟是我们之前定下来的目标嘛，就总要来这里看一下。Yeah， 看一下，有人说他喜欢什么？他喜欢 My Only， 我们在聊新专辑哎。好了，你喜欢 My Only， 但我觉得，演唱会真的好紧张，又紧张又嗨，真的好棒，好开心啊！今天合唱，哎，刚有个刷过去，还没有票哦。今天合唱比赛得了9.29分，这应该挺高的，应该是10分满分吧。让你抢当一张票吧。为什么直播？是因为刚刚结束嘛，就想的是来看一下大家，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我的米子们，还有很多朋友们呢没有在现场，也想告诉大家我会努力来跟大家见面的，很开心见到你，安慰一下，我真的很想看。好啊好啊，
那安慰一下你。抢不到票，来台湾，来福建，来郑州，哦，达尼亚居然有，哇，你还知道我这个舞台？夕阳西下，断肠人流荡天涯。哇，这个词儿错的不行了都。我已四分五裂。下一句歌词是什么？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你要吃折耳根，好啊，折耳根我的爱，我超爱吃折耳根的。来马来西亚，我加油，我加油，我加油，我先把我们的大中国呀，把它先好好的见一下我们国内的迷子们。马来西亚好远好远，不过我加油。凉拌折耳根，凉拌折耳根我的爱呀。谢谢大家。怎么回事？你们都在我这里刷城市。不过所以就是我们每一次的相见，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大家，尤其是你们其实愿意来花费这个时间以及所有的精力以及所有的东西来见一面，我是真的很感动。就每一次相见都很不容易，所以每次见面我都贼紧张。我就觉得我仿佛像没有登上过台一样的紧张，就觉得不行了，紧张的。但是少管我，我今天在舞台下面看的时候，大家跳的好乱啊。本来觉得少管我的那个应援舞设计的还挺简单的，现在一看，还是设计的太难了。不过也挺好的，你们怎么跳都可以啊，毕竟这首歌叫做少管我。怎么会有这么真实的直播？对啊，那没有美颜，他就这样。耶、yeah ！我不准吐槽，我没有吐槽啊，我只是表达我对你们的关注。我表达你们跳的再怎么样，都在我心中是第一，因为我都看到了，两只眼睛都看到了，两只眼睛在两场上海梅奔都看见了。啊？怎么有这样的、啊、我让你们听我的新专辑，你们让我说呀比囧囧囧，不合适吧。超哥这个真的太可爱了。下周省摸什么，加油加油。哦对啊，马上要到高考的时候了，加油。起风了，你还在等什么？回首了，告别了，别不舍回望啊！相信中的梦啊，去追吧，要能留下伤痕才算活过。高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吧，我觉得，就它非常重要，但它也不是那种决定性的那个作用，所以大家要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好好去面对它，让我们的为之付出的努力能够得到一些，就自己努力嘛，让自己的努力去得到一个呈现，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放平心态，好好去面对，然后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要把自己的状态影响了。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哪怕你准备的再好，都发挥不出来。建议再唱几小时，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跳舞不要极限。三天三夜，三更半夜，后面词儿我不记得，唱不了那么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我就是来看一下你们。大家现在，你们好羡慕，好羡慕我们开车的老师。他都快把我吵疯了，我都害怕我自己唱太大声算影响驾驶员开车，我都尽量唱的小声一点点。三天三夜，三更半夜，你看小狗在叫，树叶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窗边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
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我刚才有看到一个人，他说他很不开心。你不要不开心哦。不开心的时候我会干嘛？我会想吃什么我就去吃什么，想看电影我就看个电影，然后想躺一下或怎么样，就让自己稍微的把情绪就是放一下的意思，不是说把它压制住，而是让它稍微的出来一些。你要找一个情绪出口，我的情绪出口像唱歌是我的情绪出口，看电影是我的情绪出口，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找个情绪出口，不能把自己压住，因为真的会很不好受。对，你们最喜欢哪首歌？我们当时在录警报的时候，可以说录的整个录音棚都已经寂静了，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太好了，又扎心，而且我们这张专辑的词非常非常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你要兼顾的东西都太多，所以每首歌都来得很不容易，我自己都很喜欢。重启也是，重启录完就觉得，就怎么说，你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迈过去，因为它的设定是200年后的重启按钮，但其实我们觉得在我们现今当今社会也有很多重启的按钮，比如像我们每次决定去跨过那个执念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每次原谅别人的时候，或者每次我们得到别人的原谅的时候，这其实都是我们的那个重启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好好的重新收拾自己的状态，然后去继续向前进。我觉得这个就是重启这首歌的意义，所以我们大家都好好的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是最重要的。耶、yeah! ！记忆商店对不对？记忆商店那个画面感。有客人从夜里来，找很古老的年代，记忆的火平淡，那么忙忙一首晚安，完全不记词儿。大鱼吗？还是正常的声音吧？我刚才声音不正常吗？我是为了歌曲服务。没有了，没有了。好了，好了。那就谢谢大家喽，谢谢大家来跟我见面，然后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可以站到一个个的舞台上，谢谢你们听见我，大家东西不要掉啦，注意安全，然后好好的，好好照顾好自己，好好的帮我照顾好你，我们下次好好的见面喽，拜拜。呀比囧囧囧，为什么？为什么？拜拜拜拜！哦，差点手机砸我的脸。拜。我想我可以抓住风中飘散的花，不介意坠入水星或是泥巴，跟现在握手拥抱道别出发。